以前拢个讲一斤布，啊，就来点点炸弹。哦，啊，阮这个只有木能，木能力炸弹了，好，这个窟啊，较大木无人哦。一听到那个声音，每个人都是惶恐，有地方就躲。一个炸弹，啊，五百几多个哦，啊，搁较贵一边。我那点一粒，那就点两粒。因为俺家公山老厝，才靠近机场。我分机场，一只分机场，点炮埋炮分机场，伊讲要炮别位。听到声呢，哦，要讲什么声？哦，赶紧的，规家伙啊，哦，开一挂，会吃一个，吼、哦、啊，要用的，吼、哦，凊彩起起，啊，赶紧出来就走啊。西元1944年。美军出动百余架 B-29 轰炸机，在冈山上空投掷650吨的炸药轰炸，邻近的刘厝里不免遭受到波及。相传刘厝里的庄庙宝公公，主神妈祖化身成一位少女，用裙摆将炸弹送到杳无人烟之处，让刘厝的居民免受空袭之灾。啊！你听了炸弹，你怕死就惊，走袂得去尔，大家嘛要走啊！想阮真这方面真。嘛，拢走咱等山来去哩。因较早迄个年代，讲山来就燕巢，燕巢山来密空隙或者防空洞。躲的时候，有人有看到，看到说有一个类似少女，在我们村里，她有走动，然后没有多久时间，这个少女就不见了。然后刚好有一个炸弹，多好定伫阮老厝下尾迄个阮所讲的大窟遐。啊，就有看到伊用伊的三支，吼、哦，迄时迄个炮弹，安尼，吼、哦，啊，较好一边啊，所以对阮老厝无影响着。迄若点即摆伫车顶吼，车怎啊望去啊，无车啦，点落迄一个坑偌大个呢？然后后来就是空袭结束的时候，就有人发现说，我们妈祖婆她的手指受伤了。位在冈山刘厝里的宝公公是该聚落的庄庙，主神妈祖接炸弹的故事早已成为大家的共同记忆。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称她为防弹女神。像我们宝公公嘛吼，啊主神有天上圣母，哦啊文恒圣帝，啊搁一尊保生大帝。本来我那主神是伫算新义里，哦也较早叫加宝轮啊。哦，阮通大了，阮新村是拢做伙。哦，后边嘛是日本时代的人来，就挂嘛。哦，啊挂尾啊，佮用挂杯。啊，阮家老厝就是挂点妈祖婆。当台庙的形式时候，是在我们的老家，就是在这条路的后面这边，那刘厝路大概36号那边，就是我们刘氏祖先最早在那边就是开寮哦，在这边建设的最早的房子，然后就在留在那边奉祀。真较早目标啦，你若跋到卤水的人，新村就是请在卤水因厝。然后后来就慢慢盖这庙，然后才移到这边来。当初最早是在36号那边，以前日本时代这边就叫刘宝公，刘宝公那个名字，然后就变成宝公公这样的名字。然而，身为聚落庄庙的宝公公，在这21世纪不免碰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资讯比较流通，然后渐渐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啦，他也对于庙宇的需求，这种信仰的需求就比没有那么大，所以庙宇他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在维持的，所以新的活力他没有办法去。依住了，所以也会造成一些公庙在传承上的一些问题产生。这次是为了宝公公他们的妈祖啦，天上圣母妈祖圣诞，所以举行的一个建成20周年的一个活动啦。20周年这个活动做这个庆祝的方式，那邀请市集或者是一些表演团体啊，那再跟。宗教文化的事情上面做结合，把它变成是一个系列的活动。那为什么想要用市集？一方面是我们除了推广在地的文化之外，让在地的人可以参加，我们更希望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有宝公公这间庙的存在，让大家可以走到我们社区里面来参拜，或者是在社区里面参观。我们一直都还蛮想要参与这样在地的活动，那只是
是说之前一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跟管道，那当然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样就是冈山在地的活动。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会在庙口啊一段时间会去做售后的维修免费的检验，那因为这摆老处理保公宫哦，开庙二十周年的纪念，那有办这个活动，啊，我嘛真荣幸有来参加到。那我们又是在地的子弟，啊，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做一些回馈的活动。如果下一次再做这样的市集的话，其实摊位啊、摊商的部分也可以来去讨论，说他们的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的这个庙来做一些结合。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到每一个地方的庙宇啦，包括刘处理。任何庙宇有需要我们去参加这些活动，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族人电动车啊联络。我们有设计一个类似寻宝藏宝图的一个活动，因为大家对于庙宇其实也不是说很熟悉，所以我们藏宝图的一些设计的谜的关卡，就是要让一些民众啊，或者是对庙宇不是那么熟悉的人，然后来到这个庙宇，他可以从外观建筑知道说，哦，这个庙是奉祀什么样的神明，对，然后从他的对联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线索。另外我们还有设计一些文创商品，比如说我们有设计一款就是保温瓶，它原本就是一个炸弹的造型，对，然后我们想说，既然这个保温瓶有炸弹的造型，我们找一个竹篮，然后用竹篮跟那个子弹保温瓶做一个搭配，这样子就觉得蛮可以重新演绎当时妈祖接炸弹那个画面。我们刘处理不曾有这个活动过，保公公的总干事啊刘伟志，他用心，然后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心里会想说啊，怎么摊位只有几摊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心里也很忐忑啊，怕说，这个市集到底搞得起来啊？结果，它的效果非常好，哎，啊，够阮庙，阮已经停两冬，阮有过香的，吼，有过香，吼，妈祖过香，哦，整个活动做得非常圆满，哦，阿呀摊贩啊，已经预约了，以后有这机会，他们绝对要排第一个。这二十年来，我们这次办这个活动真的很成功，比我们庙会还热闹啊！我只能这样形容，比庙会还热闹。几乎我们村里的，还有隔壁这些村里的人，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几乎都会来这边，很成功啊！不管是摊商啊，这摊商生意很好啊，抽奖活动，厂商主动赞助礼品啊，包括我也赞助啊。很成功，很热闹啊！我办这个做好，哦，这有机会搁来办。即卖人算甲我行这个很大即卖的路线咧行。哦，安尼讲较早是讲赶乡哪会，较有底闹热闹。哦，啊无就是拢点点嘛。哦，啊即本你想办这20周年，哦，过来开始，哦一挂乡客那，然后陆陆续续个倒入来。我们实际上感受的是有更多人去认识到我们。那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只是想要维持一个信仰的关系，那我们其实也在信仰上在往外去发展更多的方式，让大家来认识这件事情。对，那目前我们最明显的感受，当然还是来访的人有变多。那在网络上的话是，询问的人或者是关注我们的人、follow 我们的人也是有变多，这是最明显、最直接的感受。对啊。我只希望按以后的变较老热的尔，啊，今日也看啦，是冈山桥头遮啦，要去科学园区啦，吼，啊，台积电也要来啦，吼，啊，遮你看人够袂济呢啊。我咧想的是希望，因为吼，足侪人拢搬出去，然后人口越来越少，但是外面的很多人进来，把信有的稀释掉了。啊，所以讲是老厝的庙，个老个的时阵是希望讲大家都能回来吼，就像家己的大家长吼，到老个一个安尼。以后哦，是最好是会当变较老些，较就好啦。我们希望我们未来是可以扩大去跟更多，不管是团体或者是公庙做合作，那让这个信仰的价值可以更放大，这样子。